就是骑马，有一个骑马的故事这样。来，我这样。老师有没有想要把它改成电动的？有，当然可以改成电动的。就他们家结束马达。对，如果那个你们学生每个都很厉害，有没有？你们可以把轴全部串在一起。对，装一个马达就全部可以启动。好，接下来换这个好了。换这个。这是玩滑板，然后尾巴就跑出来这样。有，很可爱。Okay. Okay. 然后接下来。看这个红姐，然后等一下我看一下，刚才有坏掉，我有上下震动。有，蝴蝶，有蝴蝶。然后这个就是结合 3D 电影，然后可以做一些，好 ，OK。那接。这个是最一般的，这个就是一般学生如果做旋转，如果可以做出这样子，差不多就一定及格，就大概60到80分这样子。对。好 ，OK， 啊，接下来这个就是比较故事性的，就是譬如他去登山，然后不小心到了51区，然后遇到飞碟这样，然后他就很紧张这样，他飞碟旋转的时候没有，旋转的时候他就变成残影，就变成光的那种光束的感觉。刘老师有听到吗？你那边声音先关掉。好，有 ，OK。